没错，在 1.1 版本卧底蓝调的剧情中，神将们可以操纵茧在光影广场、夜空街等街道上自由行走，完成相关任务。Cool. Zen Zone Zero live stream. Here we go.Oh my god. Bubba is in German again, man. Hello, 大家好，我是策划小 Y。我是策划小 X。小 Y 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了。A real bell, low key thoug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情报呢？听说新版本会围绕着维护新爱丽都和平与正义的治安局展开。没错。治安群防宣传月才过去没多久，治安局就迎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山狮，一个犯罪团伙，屡次逃脱治安局的追捕，成了治安局各成员头疼的对象。哎，我记得治安局不是有朱渊这样的全能选手吗？确实，但单论朱渊还很难与一个犯罪团伙相抗衡。在 1.1 版本的故事中，治安局朱渊小队内的各个成员也都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山狮斗智斗勇。就让我们看一段视频，感受一下。The target of our operation is the Mountain Lions, a militant group that believes in brutality and is known for its involvement in violent crimes. One of the new faces we should keep a close eye on is Jane. My pulls. Oh, don't my tell、God. me you see him as a father figure. Oh, really? We'll see about that.I forgot all about her, man. I hope she's not first, because... Now, you're the prey. Let me just say I'm not ready. I'll show you how much weight a mountain lion's name carries! Okay. Now would be an ideal chance for a surprise strike.I mean, she looks cool, but the thing is, I just have the pose. I can't get her. Oh, this guy. I guess this is gonna be the 4-star. I won't let you down. Hold on. Where's Seth? No! Attack formation!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I don't believe in resorting to cheap tricks. Okay, goddamn.So, no, was she part of the, like, the police force? Or is she like some. A vigilante type thing? Wow, this is the show, my wife, I like her. She's a little bit of a girl, but she's a little bit of a girl. She's a little bit of a girl. Qing Yi, in the game, is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Yeah, but why does Belle sound like. You know, when she's talking, it's not like her talking. It's like a voiceover. So weird.当时协助青衣和朱渊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并帮助他们和六分界居民建立起了信任，也最终顺利举办了治安局的讲座。I know they're like developers and like all that, but like, can they just not read off a screen? 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刑侦特警组确实会面临更严酷的挑战，有些治安官也会因此而受到威胁。Okay, yeah, I like that. 而这种威胁来源于敌对势力山狮。他们能屡次在治安局的追捕中顺利逃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名名为简的神秘人物，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对调查和追捕一路阻挠，在组织内崭露头角，深得山师头上。That's like the set, that's cool. 也就是刚才 PV 中出现的黑发少女。此次 1.1 版本会推出卧底蓝调，包括简与治安局各位成员的纠葛与缘分。That art, I'm not gonna lie, the art on these like TV tapes, or like audio, like no video tapes. There's something else. 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真的是，你们也太坏了。我们坏吗？我觉得没有。我也觉得没有。不管了。虽然听起来是严肃正经的故事，但是据我的了解，这次剧情里面的趣味点可是一点也不少。确实。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有关 1.1 版本新登场代理人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赶紧看看这几位代理人的详细资料吧。那自然没问题。Okay. Fairy, 查找青衣的战斗记录。代理人青衣，资料已生成。治安官青衣，电属性击破代理人。Oh, is that mean she's gonna be first? She's like a robot. 攻击敌人可以快速累积失衡值及失衡状态下的易伤倍率，创造输出环境。
What was that? 轻衣造成电属性伤害时，还能累积闪落电压，累积至一定程度，可以发动威力强劲的攻击。But she's attacking, like non-stop.Like a stunner that attacks that many times. Like, but the enemies are not gonna move. 不愧是我喜欢的绿发妹妹。原来青衣不止温文尔雅、满腹经纶，打起架来也是威风八面、不让须眉。你说话也越来越像青衣了。不知道在1.1版本有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青衣相关的故事呢？会有的。1.1版本会开放青衣的代理人秘文、失踪帮口剧情。哦。在后续版本里，我们也会陆续更新更多的代理人秘闻，让大家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喜爱的角色。感兴趣的神将可千万别错过。我帮你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吧？如果说青衣十二引经据典的言辞让人费解，那 PV 中另一位代理人则可以用扑朔迷离、难辨黑白来形容。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简吧。代理人简，资料已生成。哇，好智能的 Fairy。形如疾风，势如闪电，简在山师中逐渐声名鹊起。作为物理属性异常角色，简能为自身累积狂热心流，积满可进入狂热状态。在此状态下，可释放高频多段的攻击，快速触发属性异常效果，造成伤害。你说谁？姐姐又神秘又飒。Like anomaly proficiency and crit, that's gonna be a pain. 除了在操纵代理人之外，我们还会以其他形式见识到他的身手。这么说，作为山师的干部，简会阻击追查山师的神将们。他招式灵活，作为对手出现在神将们面前时，请务必小心。当然，另一个选择是不要成为简的对手。嗯。我刚听说这次更新后，神将们能以简的视角游览新艾丽都。没错，在 1.1 版本卧底蓝调的剧情中，神将们可以操纵简在光影广场、夜空间和别的街道上自由行走，完成相关任务。终于能在城市里面操控自己喜欢的代理人了吗？不过值得再次说明的是，目前在 1.1 版本中，我们只可以在卧底蓝调的任务里操控简，而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可以操控更多的代理人自由行走于新艾丽都，还请大家多多期待。放心，绝对不是新建文件夹。那我可记住喽。好的，已添加为代办事项。嗯哼 ，Fairy 和我会一起监督你们哦。刚刚在简的战斗里，我还看到了一位长着动物耳朵的男孩。事已至此，各位老师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吧？你说的是赛斯吧？他是治安局朱渊小队新成员，在游戏内即将正式登场。作为电属性防护代理人，赛斯挥舞着盾牌和警棍进行战斗，并为队友提供护盾增益。他会利用盾牌抵挡攻击，同时他的武器还能变形，将盾牌与警棍组合，以大剑形态出击，痛击对手。如果有赛斯这种队友，哇，大家太有安全感了。嗯，治安局的伙伴都是令人充满安全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代理人调频信息已生成。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调频部分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吧。在 1.1 版本的上半卡池，神将们可以通过独家频段和阴晴频段获取限定 S 级代理人青衣和 S 级阴晴玉壶清兵。我说的还不错吧？不错，确实还不错。那感兴趣的神将们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而在 1.1 版本后期，我们将迎来简的概率 up。神将们届时可以分别在独家和阴晴频段调频，抽取限定 S 级代理人简度，以及限定 S 级阴晴翠峰前次。最后 A 级代理人赛斯和新推出的 A 级阴晴维续者特化型，也可以在简同时期的独家和阴晴频段内抽取获得。新代理人已经与大家见面了，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您正在查找的是帮部阿崔巡查。没错，在 1.1 版本，我们还会迎来新的好伙伴。哦耶，你帮我不是走错了。当队伍里有两名或以上的刑侦特勤组成员，那个 news is gonna have 还可以发动追加攻击，造成更多伤害。在新版本的帮部频段内，神将们可以通过将其指定为 up 帮部抽取获得。哦耶，that's right, you can. 又有新的帮部了，太好了！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了。 Ferry 生成一下本次的对话码，内容为300菲林，资深调查员记录两份，殷勤能源模块三个，以及三碗丁尼。对话码生成 Undercover RMB 请确认。各位神将别忘了在有详细内对话哦。Okay, to be honest, I'm not, because Jane is in the second stage, I am happy. I don't like stress too much about like doing shield defense and all that. Hopefully. 我们新版本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内容呢？1.1 版本，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剧情内容，在玩法上，我们也对已有的零号空洞内容进行了扩充。在新的刀跟火焚玩法中，神将们不用在监视器阵列上进行探索，基本直面拥有超高生命值的尼尼威。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走格子，也可以畅享纯粹的战斗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该玩法需要神将们通关枯败花圃，并完成相应的流程后解锁。在刀跟火焚中，神将们需要用挑战枯败花圃核心获得的冥辉套组，对尼尼威进行限时挑战。当累积伤害达到一定程度时，神将们还可以获得飞灵以及叙事线索道具作为奖励。不会还限制挑战次数吧？不，当然不限。看来对于想要挑战自己的神将，现在又多了一个渠道。没错，在刀跟火焚中，神将们可以享受极致的战斗。而在常驻玩法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 1.1 版本的主题活动——沙罗黄金周。听说沙罗黄金周是新艾丽都内最受瞩目的夏日庆典。没错，节日期间人流激增，治安局抽调了更多的人手，维持都市秩序。也正因此，给予了盗洞客和神将们窃取半身空洞 C41 宝藏的可乘之机。在本次活动中，okay. 可以完成各项活动委托，获得飞灵、A 级殷勤以及养成道具等材料。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其他一系列有趣的活动玩法。在金牌售后活动中，神将们会拓展录像店的经营范围，开放免费的售后服务，协助顾客们修缮调教他们的播放器。这个服务真不错。不过修理也不是件易事，需要神将们把控好准心，大家平时也可以多多练习，磨练好技术，以备不时之需。在神将的日常之外，我们在新版本中还可以体验普通治安官的一天，为市民提供服务。生活不总是打打杀杀，而新艾丽都的和谐与繁荣也离不开一件件看似平凡和普通的委托。确实如此，在细微处才见真章。也正是方方面面都为群众着想，遇到困难请联系新艾丽都治安局，这句口号才会那么深入人心。另外，在第一幕第一镜中，我们将邂逅远道而来的导演康妮。在他的邀请之下，神将们可以用手中的镜头捕捉新艾丽都的人文风貌。神将们还可以运用相机心中的滤镜功能，拍出各具特色的照片。Victoria 这个功能我可太需要了，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手做角色玩家了。先别急，在 1.1 版本中，我们还将上线自拍功能，神将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姿势与场景人物合影留念。我现在全身充满了艺术细胞，赶紧让我多拍几张试试。Right, trying to risk too much. 在 1.1 版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以及内容，也欢迎大家在版本更新后在游戏内体验。作为神将，我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我懂，早就给神将们准备好了，请看。Okay. 哇，这是我可以拥有的吗？不是，每一位神将都可以拥有。No way. 除了十个加密母带以外，我们还准备了十张帮布券。除了获得加密母带，还能获得帮布券。预祝大家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代理人，还有帮布。大家爽才是真的爽。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本次的前瞻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这么快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吗？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没有 give us one code, bro. 短暂的。我们也非常珍惜与各位神像在一起的时间。公测上线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反馈。爵士灵制作组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我们会努力确保每位玩家都能享受到最好的体验。And if you think you're trying something new, just like powerful the early game, 战斗项目的。And when the mid game is when it gets fun. 可以在卧底蓝调内感受一下。
卧底蓝调的故事将在8月14日上映。Everything gameplay story everything just gets better as you keep playing。青衣、赛斯、山师的纠葛、简的真面目都将在其中揭晓，让我们一同期待吧。8月14日，我们在新爱丽都的新版本中不见不散，拜拜。Bye。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使用对话码哦，拜拜。We'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ll of the feedback. So it's our first, it's our team's first game. Where were many aspects improving? Work out improving. Since we have optimized content, it's a time-consuming endeavor. Improvements, blah blah. Long-term version updates. It's like our challenge. Mission to create a new idea for all of you. How long it is? We'll continue working towards our goal. Won't let you down. All your help and zero will continue. We'll only continue to get better. Cool. And only one code. No, but I.Nice. Interesting. So it looks kind of. I didn't need to go into detail about many things. I know many things are happening. You'd think that after losing 90- in my opinion, it's kind of weird. But I mean, the story's gonna be good. I know that. Characters are gonna be good. Gameplay's gonna be good. Everything's gonna be good.Yeah, I don't know. This game just gained a lot of hate for no reason, in my opinion.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game. Yeah. Now, if you thought Modern Waves respects your time, this game respects your time even more. Just because you can use 100 stamina at a time when you're farming for like traces or rank up materials, it's just so good. And yeah, that's about it. I'm excited, I'm hyped.I'm happy that Jane is on second stage, so I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pulls. Because right now I'm not doing that good. But yeah, that's about it. I'll see you in 1.1.